来是由邱秀霞老师所率领的特辅三班入场。我们班是全校最小的班级，但我们却能够利用较少的人数来展现我们的特质。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不会因为人数少而气馁；当我们赢的时候，更得到无上的光荣。不管情况如何，我们是永远打不败的班级。哪一个？最后那一边第二排。长头发吗？啊，蛮白的。一个。那个叫什么？哪一个？这边那个吗？最后面那边吗？他们会跳吗？他的镜头转很慢。哇，拍得很烂哦。